刘刚，别管！走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他肯定踩到地雷了啦！ 大家往后退！ 老大，怎么办啊？我在日本的兵工厂待过，我知道地雷的构造。你去，让我去！我怕啊！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快走！护送打听教授回去。志斌。 危险，不要着急，我们会想到办法的。 有什么办法？老大，这地雷里面有一个弹簧，你知道吗？稍不注意一碰它就会爆炸。我问你怎么解决？就一个办法，老大，一个办法，就是在志明姐车出来的同时，用一个更重的东西压住地雷，地雷就不会爆炸了。 用我这双手，老大，我虽然没有拆过雷，但是我这双手练过很多年，我可以试试。你小子疯掉了，那是地雷，会死人的。小麦子，你敢试一下？我欠你一条命。 我敢，拜托了。大夫，这样你听我说，你待会儿用全身的重量，压住志敏的靴子。压住。子江，你负责把志敏抱走。我会全速的把车开过来。当车轮快压到你手的时候，你迅速把手抽出来，不许走也不许回。 找个安全地方待着。没事。没事。
好样的，好兄弟。燕子，燕子，燕子不见了，燕子不见了，燕子，燕子，分头找。为难一个女孩，有本事咱们一对一。教授，我大嫂，刘虎，我大嫂，我大嫂，刘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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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不要紧，刘虎，刘虎，小心！送杨子去医院。是。有口，有口。もうすぐ病院だ。陽子、早く病院、病院行けば良くなるぞ。お父さん、あの歌を。
去吧，害了我的孩子。江少，你对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，我会永远记住。自强兄，你真打算离开保安队了？这衣服脱了，穿回去可就难了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我算是想明白。 这种不抵抗的政府，我不跟。卖国求荣的军人，我不当。还有骂好干的，队长。像这种烂队，我咱不留也罢。对，咱不干了。我也觉得那国民党的政府有问题，凭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忍让？那天津的老百姓该怎么办呢？田晓，我看不如我们自己组织一支民间的抗日力量，这样才能真真正正的保护这一方百姓的平安。是，杨大哥，不如咱们。 跟张队长合成一伙，一样打鬼子。对着了，不能少算我一个。总之，谁打日本鬼子，我就跟谁干了。好，兄弟们，咱一起打鬼子。好，好，好。自强兄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兄弟联手，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去。赶出去，赶出去。来，对不起，大佐阁下。 我们还是杨天笑把大田带走了。对不起，杨天笑，真的没想到会这么难对付。大佐阁下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不惜一切代价，我要杨天笑、大田都死。尤其是他们在凤城刚组织的武装势力。 一定要在他们还没成气候之前瓦解，不能让他们影响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计划。哎，对了，天狼一号为什么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？我看到他受了重伤，已经被送到凤城。这会儿，我怕他已经是……不管他生与死。 你马上去凤城，了解一下。我要知道他的情况。嗨，我这就出发。那边会有人接应你的。他们那股武装势力，一定要尽快彻底铲除。嗨。 杨天笑回来了，辛苦了，志明。天笑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凤城公安局的大队长罗定国，也是我的老部下。欢迎各位啊！定国，这是杨天笑，你就是天笑，果然一表人才。幸会幸会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李志明。 这位是天津保安队队长张自强和他的兄弟，都是奔义勇军来的。
孙局长，您的大名我们可是如雷贯耳啊！您一直是我们天津局学习的榜样，以后我们就多打扰。欢迎张队长和兄弟们加入我们的队伍。军哥，看来我们凤城抗日义勇军又多了支主力军啊！俗话说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，我们将来打日本就多一份把握。欢迎张队长。对了，这位是北洋大学的数学专家大田教授，他是来帮我们破译密码的。啥玩意儿？他是日本人？永国，他虽然是日本人，但他是和平斗士，他反对军国主义，他为了要帮助咱们被日本人追杀，他女儿惨死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得我们尊重，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他的人身安全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田校，你放心，咱们凤城警局个顶个都是精英人才，他要是在这掉了半根头发，你找我罗定国。大田教授，以后就辛苦你了。不客气，我虽然是日本人，但我不认可我们国家所做的事情，我们国家所做的一切我都感到惭愧，我今天向各位道歉。客气了，大田教授，你为我们中国民所做的事情我们表示感谢，另外神明大义的日本人我们也尊重。谢谢。欢迎大田教授加入我们的队伍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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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报告团长，欢迎会准备好了。好。你小子终于没事了。徐悦，田校，有件事情我没跟你说。徐悦醒了之后，很多事情忘记了，他大概没认出你。徐悦，你真不认识我了？你是杨？杨天校。天校。我听局长说，咱们一直是有着生死之交的过命兄弟。是的，好兄弟，你终于康复了。天晓，哎，徐悦，我你还记得吗？我是李志敏。徐悦得这种病，军医说是失忆症，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。不着急，我们慢慢来。徐悦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等你好了，咱们两兄弟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。要帮忙吗？天笑，小雨，孙小雨，嫁给我吧。天笑，我是真心真意的，你说。
说话呀，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嫁给他，嫁给他吧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我姐不说话，那就是答应你了呗。哇！真的很开心，如果以后永远都可以这么开心该多好啊。你不会再离开我了吧？大田教授情况怎么样？一直都没有出来，连午饭也没怎么吃，好像很专心的样子。为了防止意外发生，必须严加看守。知道，我们罗队长已经吩咐过了，每日分三班守卫，轮班看守。教授，大田教授。教授，我们是来看您这还有什么需要，准备的东西够不够？哦，再给我增加五个算盘。五个算盘是吧？好，没问题。教授，有头绪吗？很难确定啊，很少见到这种密码排列。教授，那有什么需要只管说啊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我这里到，照顾好教授。是。和周舰队列，来呀！我咋了他啊？当老总啊？跟他干！你好好想想，把他当做日本人，一个拿着刺刀要刺向你的家人，你会怎么样？停！回队。
就是你们的榜样，上战场杀敌，一定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影响，要保持一颗冷静的头脑，这样才能够英勇杀敌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小麦子，出去。精度射击的要领在于有意瞄准，无力射击。来，举枪，使目标准星缺口形成一条线，在瞄准的同时手扣扳机，边瞄边扣，直至目标与准星的缺口在偏离度最小的情况下扣动扳机。切记不要太猛，如果太猛的话，你瞄得再准也会射偏。我个人认为，精度射击的最佳状态是一种感觉。我说过，只要多加练习，你一定能恢复最好的状态。我恢复的再好，和你比还是有差距的。听他们说，你是沈阳大队的第一神枪手。神枪手？好啊。哎，天晓，我虽然不是神枪手，但我也是凤城警局的第一枪手。怎么样？咱们两个比划比划。兄弟之间有什么好比划？哎，兄弟之间才应该比划比划呢。难道咱们上战场跟鬼子两家？哎，咱说好了，不管谁胜谁负，不许伤害感情。嗯，那我试试吧。你先来。运气差点。哎呀，运气比你好点，你就是很长时间没练了，练练肯定能超过我的。嗯，是。那你们先练着，我去看看兄弟们练的怎么样了啊。慢慢练啊。你刚才明显是在让着他。大家要团结，让一让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加把劲。咱们义勇军目前的人数是400人左右，而关东军自从入侵我东北三省以后，不停地从朝鲜调军，现在整个东北境内的日军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，兵力相差太悬殊了。而且现在凤城和周围几个乡镇都已经落入日本人之手，我们很难得到补给。现在军火、药品、粮食严重短缺，这是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。粮食我们可以向周边的村民收购，只要我们有能力保护他们，我想他们应该很愿意把粮食给我们。我有话讲了，你说就说呗，你吓我一跳。请讲。我原来在日本的兵工厂待过，我想这个忙我能帮得上啊。那我能做点啥呀？先坐下来再说。等我开完了会，带你去换身衣服，以后你就是军人了。哎呀，我以后也是军人了啊！我也可以把我以前部队的弟兄们召集起来。那好，那咱们扩充队伍的计划就自强你来负责。是。丁国，你就负责大田教授的安全。是。好像忘了我呢。哦，我还真把他给忘了。义勇军一团二队大队长杨天笑听令。到。你负责筹备
和沈阳广播电台播音员孙小雨的婚事，而且务必完成任务。原来是喜事儿。哎，有这么大事儿，咋没跟我说呢？啊，杨队长，兄弟们可等着喝你喜酒了。是啊。哎，那还等啥呀？来吧，杨队，杨队长，我们兄弟俩呢，敬你一碗，祝你幸福，幸福。别闹，坐。杨天秀，你咋的？想抗命吗？我保证完成任务。不够坚决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你咋完成？姐，要当新娘子了，这回可高兴了吧？小文，你别闹。我没闹，我是替你高兴。大家一说你要办喜事，全都忙着去给你置办东西呢。小雨，我陪你们一起去吧。姐夫，这么快就舍不得啦？不用了，我只是到邻村买点婚礼要用的东西，我们这些人手已经够了。你刚回来，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呀？放心吧，有我保护姐姐呢。正因为有你在，所以我才不放心呢。哎呀，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，一天没结婚，她还不是你媳妇呢，她可是我亲姐。好了，天笑，真的不用了，这不还有大伙呢吗？他们会保护我的。我们不到半天就回来了，而且我们带的还有家伙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放心，新娘子一定安全送回来。那好吧，快去快回。嗯，那我们走了，走。够忙活的，杨大哥，还不习惯吗？桃儿，这个是我送给你和嫂子结婚礼物。还有礼啊？啊，别嫌礼轻就好。喝喜酒谢谢，拿着。哦，你绣的。嚯，这新房都布置好了。团长，团长，哟，军礼挺有样。您看这新房布置的，您还满意吧？废话，我满意有啥用？这得他满意，得小雨满意。那被子谁布置的？怎么还分着呢？啊，这得合一块儿去。他，今晚罚你们俩酒，给我多喝点。是。团长，可以叫爹了。还是叫团长。团长，我想把小雨给接回来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也去了。好。这周围最近还真有鬼子活动，去接一下，放心一下。团长，不如我跟他们一块儿去吧。你好，路上小心。我们都买了，这些您留着吃吧。哎呀，姑娘啊，这是我老太太的一点心意。你们义勇军呐，帮我们打了这么多的小鬼子，你们要结婚了，我们总不能连一点心意都不表示吧？你们说对不对呀？是是，收下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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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，我们就收下吧。谢谢大家的好意，我呢就带义勇军先收下了。好，这是我的，拿着，这是我的，收下吧。对，都收下吧。这还是我的。那我们该买的都买了，我们走吧。嗯。呀，我的围巾落到大娘家了。那个，你们先等等我啊。哦，来，快去拿，我马上去拿吧。我能接定位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
走亲戚的，我们邻村来走亲戚的。你们打起来了，走，我姐。哎，二师姐。 军车走到方向，应该是凤城的驻军。志敏，小麦子，你们把小文送回基地，其他人跟我去凤城。是。志敏，随后领着大部队过来，记住了，今晚5点准时攻打凤城的日本军营。好。走，走，快，快点，快！科长，快，快点，科长。 日本鬼子抓走了，你得去救他。什么时候？就刚刚。一帮王八羔子，看来是想早点死。召集所有的兄弟，跟我救人家。是。别过，等会儿。
没摸清情况之前，不要轻举妄动。什么地方？碾子沟。救人要紧，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。自强，我不能为自家的事情让大家去冒险。去奉承日军军营的事情必须从长计议。可是我们已经跟天象约好了，5点钟进行突袭。你们不救，我自己去救。小白，快点，爹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